大家好，我是王小哲。对不起，因为一些不可抗拒因素，我跟剧方要真正离开大家一段时间了，很艰难地做出了这个决定。这次没有剧情，没有反转，更没有套路。从一个默默无闻、看到马都很害怕的小女孩，成长到现在可以肆意驰骋。12年的马术时光匆匆而过，期间有艰辛，有欢乐。从最初的放飞机闪躲，到最亲密的战友，让飓风这个捣蛋又调皮的大暖男走到了大家面前。2年多的时间里，喜欢我们的人也从零变成了223万。正因为有了你们的陪伴跟支持，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分享我跟飓风的日常点滴，也让我知道了原来喜欢马术的不止我一个人。飓风呀，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。这次离开的时间可能是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也可能是半年，甚至更久。感谢每一位支持我跟飓风的小伙伴，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。